拳法啊都比较好，也力量也比较大，容易出现 KO 啊、是。TKO 这样的情况。不过奥斯图里斯这位选手是比较全面的选手，因为他又会摔又会站立，地面也不错，啊，长得比较像狼人。他的那个眉骨非常，对，体重还是身高还是差了很多的。这个贾迪普新应该更高一些是，啊，贾迪普新这个来自于感印度，觉对，他是一名日霸啊，日印的混血，日印混血对。啊。看一下这场比赛，然后贾迪普星是站立的好手，看看会不会用利用身高臂长来控制对手。是。直接就上去抱摔，抱摔成功，直接来到了骑马的位置。现在贾迪普星紧紧地控制着奥斯图里斯，就他这个，我觉得这个。移到这边来啊，这个规则也不是特别的严格，因为我刚才看到那个，奥斯瑞斯的这个脚啊，一开始是扳着贾里不行的，啊，你移过来之后你就扳不到了，没有扳到，你基本上是保持上半身能相对一致，总归会有一些偏偏差的，差，它不像台球斯诺克那样，它有个东西，这个人没有办法去那样衡对，量保它，持不可能，不可能冻住，对不对？所以说。现在紧紧地控制着他，不让他起身，制造空间去砸拳。现在也是比较被动的。奥斯里斯感觉有一种在抱着他做俯卧撑的感觉。现在的贾迪普星还是比较被动，感觉不知道如何从骑阵去逃脱。阿图里斯试图去砸拳，但是空间太小了，发力的距离不非充常分。的短，这个拳打在头上基本是吃不到什么力。好，现在感觉有一点空间了。面对于短板非常明显的选手啊，就进入他的劣势了以后，就会显得非常的被动，可能整个比赛就一直处于那个被动的状态。现在来到半防守，回到了，现在还是在半防守的位置，现在。贾迪普星只能祈求着时间到，或者是由裁判分开，重新回到站立，因为毕竟站立才是他的优势。但是，然而这个比赛的头一个回合是10分钟，所以说还是比较难扛过去的。是的。虽然这个拳不重啊，但是你一直重个几十拳啊，慢慢还是会受不了。他是盯着一个位置在打。双方继续僵持在这个位置。
贾立普星尝试着想要逃脱，但是奥斯图里斯的控制非常的牢，毕竟是柔道出身的选手，因为柔道里面也有一些地面的技术。不断的锤击，这对双方的体能消耗都是非常的大。想要起桥，但是感觉奥斯图里斯的体重也很大，因为两个人毕竟是同一个级别的。对，其实进入到抱摔环节就会比较的僵持。是，进入到这个地面环节啊，他如果站立的话，可能就会打得比较激烈。是，那样的话是不是就两个都喜欢地面？这个站立的，对，一般就不会下地了。是，有一方哪怕比较擅长地面，对，他都可能会进入到自己擅长的领域。是，地面真的对于 MMA 选手来说真的太重要了。其实奥斯图里斯可以尝试更多的肘击。好，这边又发力空间了。是，我觉得右手这边的发力空间好像大一点。是，或者他可以用膝盖把他的一只手给压住，对，这样可以更好的发力。好，他要逃出来了。好，现在转到了，现在总算逃了出来，进入了奥斯图里斯的封闭式防守。是，现在贾迪普星开始用肘击，一直不停的击打奥斯图里斯的肋骨，但是他的手伸那么长非常的危险啊，这个肘击非常的有效，因为他的手臂特别长，这个力距非常的大。暂停比赛，不可以去拿头部撞，应该是，好像是不知道有没有打到后脑。回到这里，这是腹部击打。非常漂亮的下扑的砸拳。现在奥斯图里斯控制着贾迪普星的双手。刚才奥斯图里斯他不想站起来是吗？也不是，他肯定也是想站起来。他怕就站起来瞬间被袭击，所以他想把他翻过来，他想扫他。哇，一个漂亮的颜面踩踏。他的脚比较长嘛，可以轻松的跳过奥斯图里斯的双腿。
还有接近两分钟的时间，一分半左右。嗯，看一下第一回合会不会出现 KO。一个漂亮的摆拳加后直，哦哦哦，一个飞膝，很好了。对，体能消耗非常的大，感觉贾迪普星的体能消耗的比奥斯里斯要大很多。是，双方还在游走，感觉对，就是应该多出高扫，因为身高差距很大，可以多用腿来控制距离。但是奥斯图里斯的拳很重啊，是他上身很发达，是啊，双方互有击中，有五秒，好，第一回合时间到。踩上去了，是他这个肌肉还是比较发达，对对，所以说没什么大问题。是的，他这个要是踩到头上会比较好。对对对，踩到脸上，感觉脚跟踩到任何一个位置，只要剁下去了，都会比伤害都会很大。是，就不管 KO 啊还是怎么样，都会很疼，很难受。对，会很晕。第二回合，它这个面积是有规定的，是。断头台的位置，哎，已经。感觉已经到侧控了，这个断头台也是没有什么伤害的。那现在是一样的动作，还是重新回到站立？哦，有点流血，开了一个口子。是。哦。很严重，不知道是刚才哪一击打到的。如果肿得太厉害的话，会影响他的视线。对，嗯。
找到了站立的节奏，是的，瞬间又被摔倒在地。三组暂停，回到同样的位置开始，回到场中间。非常无奈的停下。刚才贾立平想趁机跑到锋利防守里。这个我觉得老是出现这种退到边的这种情况，老是非常影响比赛的节奏连贯性。是，这个和龙，龙边就不会有。对，如果龙的话就好了。就直接摔到，就来到了七寸位。体能消耗非常非常的大。手臂趁机打了十几个地面拳。一分半。制造了距离，可以更大的挥臂去击打对手。这是三角，这三角的动作，再转换十字步。时间应该不多了，不多了。哇，这家这几个地面拳挺严重的。手臂非常的长啊，真的够了。绕过对手的防守去击中对手的头部。第三回合。
对于双方的体能都是极大的考验。十几个地面拳、机会去击倒奥斯卡来取得一场比赛胜利。现在贾立新的防摔能力变得非常的好，是经过了两回合的倒摔成功，他嗯哼，对。Thank you.
赤オーケストリス、ジャッジ小池、赤オーケストリス、ジャッジ吉田、赤オーケストリス、予定勝者、テオドラス。